没错，那我相信呢，我们大家跟佑晨一样，都迫不及待的要看到我们的 BI Live 正式来跟所有的朋友共同来见面了。而且呢，之后呢，我们在六月底正式上市之后，不管是使用这个 Android 系统的，可以到我们的 Google Play 的商店，或是呢使用我们这个 iPhone 的呢，可以到我们的 App Store 都可以购买，都可以下载我们的 BI Live。让你呢就能够体验到佑晨刚刚跟大家介绍到的非常聪明、非常智慧的生活模式，出去也不用怕这个钱包会掉了，对不对？只要有这个我们的 BI Like 在你的手机当中，钱不用东藏西藏，就乖乖的在你的钱包里面，跟你好好的畅游这个世界。那现在我们也即将正式开始我们的启动仪式，再度邀请了我们的讯阳电脑的黄总经理以及我们瑞阳资讯的张执行长共同来到舞台上，欢迎。现在呢，在我们正式启动之前呢，先请我们的佑晨将手上的手机扫描一下呢，我们上头 BI Like 的 QR Code， 哇，就会出现的是我们的活动首页界面。我们三、二、一，掌声鼓励！哇，我们看到的 BI Like 呢，也跟大家见面。他说呢，只要下载它，就可以方便整个我们的。你的厂商亲自来到现场支持我们的活动。好，接着我们呢再看一下我们右边的媒体朋友，有看到吗？好，谢谢我们亲爱的长官以及我们的厂商。